些强固较多前爱收集的骨头，就会在新竹关西的山体。200年前，先民来到那片河谷平原开垦，过后由陆续开发的丘陵地，骨头就安样产生了。在今半夜的节目当中，艾豆还加入了一位神秘角落，他呢是新竹出色的客家妹。哇啦啦啦隆，没错，阿琴，你准备好吗？准备好了。这下吼，我同个地理位置呢，老太甲讲一下啦吼。这片啦吼，你看到个爱山啦吼，盘过去啊吼，这个眼呢穹岭。穹岭。穹岭这边呢有个飞沙纵走哦，眼呢然后从古高度景景一坡过来啊，好，过过去这片啦吼，佮盘过去呢，这个眼呢泰山杯啊，这边有一个很大很大一个观音像，好，眼呢从古高度景有去看过来啊。还有呢，俺们金本爷故事呢，是哪一位魁士呢？哎呦，可能就是听清楚了。你看，这俺们一个泰山杯，好，个高瑞裂片呢，这个飞沙纵走，好，陆料行这片啦，吼，啊，个高瑞呢，这俺们金本爷故事挺重要的提防了，这俺们个马开西。凤山西。啊，没错啦，功课有做，请你会啊，你看这样片啦，吼，徒弟呢，凤山西灌溉。凤山溪是大部分的母亲河，很重要一条河啊。还有看过一个山，个爱山啊吼，金门银行呢，而溪古道呢，这些荡沟嘞，跟马街古道呢，龙眼有汤沟吗？龙眼的客家话用蛮讲，牛眼。哦，安利会，没错，那条古道呢，就是牛眼古道啊。没错，金门银行爱收集的主角就是牛眼古道，一谈到一个名诶。就底下记起一条运送牛年的道路，沿途原来叫一只新的名诶，喊做沙岗古托。样板专门运送牛年，又会运到哪一位去呢？想要了解这一切，当然都要请菜地的太傅诶来带路了。哎、欸，阿庆啊，迄俩威猛啊，可能迄俩哦，李长啊，哎，有你，李长啊，有有，李长哦，大家好。真逗哎！放羊，放羊啊！喂，哎呀，嗨拜，太搞同意嗨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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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搞好啊！来来来 ，Q 啊 Q 啊，几多俩？几多俩？俩就问一下啦，桂香，按照乜个名？哦，爱想名，名姓，哎，名按照称呼呢，胜任里长。还好，我爸爸妈妈会，哦厉害。杨里长系一片出色太嘅。沙岗古托伫喺长沙行到梯，而小讲啊，呢条古托呢，伊要做十顶都要行哦。我哋得古道吼，人数有余，怎么靠人力？人力快，哎呀，人力快，俺啲咧天天跳日日八线啦吼，下山啦，哎，所以下山个转只抬头讲嘛，俺啲只抬头意思下圈啦。但是呢，但是吼，伊要上镜，上镜，上镜，上到江东，江东，人开始入下镜到，玉福村小人国，可以到龙潭，到太海，全部跳过，已经全部用行路，要行诶，要行诶，嗯，所以你到已经吼跳过当心，全部靠咧腰眼，靠咧肩啊，跳过要肩。牛眼老干嘛？最多，哎，当当，还有树啦，毛树啊，哎，个系爱做火炭，所以咧，呢度系当重要嘅东西，因为呢度烟好当少，所以爱运到两摊太嗨去卖。对李总家下嘅说明当中，大家做得当清楚啲。沙岗古托系昨年关西沙岗里同样拖延两摊嘅一条，前重要嘅农产运输嘅道路。因为运送牛年为主，故说呢，蔡天人将按一条路喊做牛年古托。不过也无同样了，先初其他的牛年变作关系的一台特产。李总部卡根本于当都好，你播先初茶，韩国是传统的做法啵。假如那阿琴呢，当然要看一下来逗闹你啦。哇，那一只综合的啊，铁牌宽度呢，那先初你还有劲呢，是嘛？逛啦，逛啦，吼，逛。金唔睇啲啊啦。啊，金啊，金质量，我来整珠同你爱用啊。哦，同你不用阿姨。所以个青红，青蓝色。青蓝色。阿迪巴巴，东东奶。然后做在边下去嘞哦。我拿嘞，你要做几杯？哦，
兄弟做一辈子做得来呢，你看，兄弟给听下。一下。哎，你看油哎，你看那底部那水，你看用色的汁油嘞，那这些仙草汁哎，二零嘛。唔係啊，冇啊，要曬，哦要曬嘛。小菜嘅薄仙草係老頭白嘅做法。阿婆講呢，用菜嘅慢慢嚟薄，仙草就會又嫩又好飲。用文火薄下去，最末係五點鐘哦。阿婆講，等解完行鐵骨頭過後，再嚟就到嘅飲料。就啲上骨頭以前，李總要先到解完嘅小雞及珍藏嘅薄皮料。来，男子汉时间来嘞，哎嘛，个扎起大家应该有感情了、喔、有，哎呀，你两个这个做的啦，哎呦，哎两个做的，嗯，哎，一般人呐吼，专门用相思树，看你按罗网技术啊，网技，青岛了网技术按杜海吼下少啦，哦，叫蛮讲啊，佮密度下高，佮嘿，佮密度下高，乜可以细细枝哦，你当硬啊，佮结了。哎，比相思好，相思也阿 King， 你下老矮人个男子汉里长问一下物业。好，哇塞，你看扎卡扎卡，这些矮条形有共工，你看两个 Y 字形，有冇？哎，有冇？有侧面阿用宽起来一扎 Y， 吼，你阿扎竖条啊，吼，唔系原本就上到暗用的哦，我去请啊，你会宽个树啊，吼，个自然里面啊，吼，哎，还长这两只这个 Y 字形，好像可以。也就是按用豆哈蕊，反正你要找到两只一样的，哇，这很难呐、啊。所以我先我翻箱页哩，我就是慢慢一看，慢慢一切。你看阿 K， 阿爸啲嘅东西哦，每天千千样样千种。你看真紧呢，因为我跳过又做过啊，我又骑过啊，用啲是传车，骑车，骑车，骑车传车。李总对扎骑系有深层嘅感情嘅，因为不下苦，用我自己嘅田来耕种。李总从小啊，爱把点扎起行石岗古土，以善用岩材为起卖。今本日的机会实在难得，假如呢，就向阿钳来体验一下。不过阿钳人的姿势冇正确，李总啊，实在看唔下去了。一天的单件啊，哎呦，单件，咩整件就左件啦。哦，哎，看咋看，一天系单件，好嘅。啊，蛋件，从开始专门用左件，然后左边哦，所以蛋件，所以东西的蛋件，你也都需要，你转翻会把到卤咩全部平的，嗯，你下把你三粒啊，三鸡啊，嗯，是做得安啦，所以喺我以为做得轮流吃困，哦，轮流吃困，镜头咪轮流吃困，啊，滴滴滴，关键，哎，轮流。讲到鲜明的滋味，实在很值哦！不但将空气鲜到冻好，就连把的方式，每次符合年纪过好个。啊，讲的安多，阿元啊，我来表演了。一二四，一二三。哎，有吗？很宽。学长，这些学长，有没有？来来，让开让开，我还可以旋转，不只是学长，还可以旋转。总家，哈家。有没有熊善？熊善，有没有？大家员莫再边顾边怪嘞，唔争徛一些些嘞，当然冇问题啦。李总讲啊，头摆见到徛一个扎徛，最冇都几啊十公斤，就从压下嘅重量，来再挑战一下。二三，放下来。哇！娘叫的吼，好啦，警棍呢发通过后呢，一下呢要向石岗古土来出发了。嗨，李长好，男子汉哟，你俩几暗宠哎嘛？该东西？剑有眼的剑呢？剑呢？剑呢？一几哦两种用法？哦，两种用法。两种用法做得剑剑呢？还有剑诶。剑的啊，哎呦，枪剑的吼用剑呐，剑的多是剑剑来用拗啊，哦，对嘞，啊，你看你提到那边，那江条啊，吼这些龙眼这两边啊，吼，啊龙眼，上岸有，龙眼剑，剑够了，本钱，用来转来，不用多计，哦，
还有奶嘞，是用那种奶啊过来。啊！哎呦喂！哎，哈喽！哎，是阿明。哦，要用杠杆是低的啦，吼。啊，这古道来看的话，会不会有下时光古道，还有箭头啊？这条被行过去啊。他给他徒弟拿哦。哎，你吊一双，等下等下。这下落的底杯呢？嘿嘿，马街。扭念是底杯啦。在他那在罗国是采龙眼的时间了。以前他是那只做马街啊，叫土索啊，土索，哎，土索土还是好闻。我永远就数十五年，我做了几个土匪团的。哇塞！哇塞！哇塞！今天哇塞！他给他徒弟拿哦。哎，你吊一双，等下等下，五色鸟啊，啊，你阿唐都一双，嘿，五色鸟还是啥？五色鸟，嘿，嘿，哦，有豆豆蓝雀，乜个钓都有，乜个钓都有。李总讲，撒讲骨头当风，生态保护做到当好，第二号可能有机会看得到五色鸟嘅本尊哦。撒讲骨头嘅起点，就伫撒讲嗰种顺风嘅罗木火房，带到两片嘅罗骨树。穷些就看见骨头当方开大门人，行路的人来来去去哦。你啊，古道去朝拜祖先呐、啊，可能当当年按建造啊，又不按别的，叫石阶古道了。一边通到六福村，一边通到杨梅，杨梅，哎，它也是古时候我们运输农产品，嗯，会行来路，还有部队，哎，部队嘛有啊，对，行军提防。其实都系要去煮饭，带一带锅中，锅中冇厨房嘛，其实用来要厨房煮。韩国行军大部分都暗部的，那条水木该上，韩国该装备，韩国其实三个海啊，一列一列暗行人上。有多个行军声音啊？大部分的行人下下多，几多改变的，可能从外改变来，改变韩国来啊。你要到韩语讲挺出名的。防空洞啊！嘿，那防空吼，也看得到嘛。也这个路可能无乜个通咯，看得到嘛。哎，上摆先落去，一落去后冲到四四空，全部四四四。摆那样慢慢的，开做得来开翻我啦。哎，你看，摆慢慢。男子汉哦，我签个职业来面啦。啊，签到啥？我钱财咩快啲，对吧？哎呀，哎，那我钱财做，咁啊要几百先。李总不有安样的想法，是因为大家一下所看到的撒港古土，在几十年前，李总带领村民还有撒溪发展协会的人，向政府争取经费，重新整修过的成果。在正式上古土以前，他还爱先老爱着手机这片当特殊的开坛的方式。嘿。有出强度嘛？唔会嘛？李长啊，啊唐总你啊吼，那肉条摆有行过俩骨头系冇？有行过啊？个肉条摆个骨头啊吼，蛮个硬的啊。是的，那我有改变一点的吼，那个上一档摆还是老样子。同啲沙端呢系冇？同埋沙端呢？哦，那个效果很快。哦，啊你行啊行几久了呀？个读书从个了来过来，沙岗国小读书呢。哦，啊你去哪位行过来啊？太东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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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太东行，这位行到沙岗诶，那位特殊，我说路条摆 COS 者啊吼，伊个简单个啊，还有尼布卡这位啊吼，去做嘛个写啊？更是有茶叶，哦，有甘蔗，有牛眼，龙眼啊，龙眼，牛眼啊，新，啊牛眼，这时节青岛嘛，青岛大大庄节更是。哦哟，啊龟山同你。还上不起，你从小学加蛋多呢。嘿哦，古早个肉条摆牛面啊吼，这些个主要的经济产业。对，啊个卖去哪位啊？啊，用板卖。全部开到龙潭鱼，在街巷里卖。龙潭因为无俩牛面，啊，新埔挺多，啊，龙潭个价钱挺好。哎，新埔卖个三斤，当个龙潭卖一斤。哦。两三百。哎，条板鱼全部开双鱼啊！三倍的价钱呢？罕有，罕有嘛？罕有哦，罕有哦，透过当多出产当多的时节啦吼，咁样应该出产当多的时节，因为开的时节吼，哎，你不开又按多淡，你去杀虎子去淡吼，
该去进步那个东西是无法度度量单位啊。所以吼是用大高率啦，大高率是诶两三开三弹啦，也是二三开两弹啦。全部是从上起式的跳法。是从爱咧下底里头咧弹东西滴滴，是开到你啊头是天表面滴。哎，有度转来开咧弹，开咧弹，有度跳过。跳过你俩的，跳过你啊！多多努力做那东西，咱有空行在那开俩的，有跳动在路上，在路上底个东西，是一两人跳呢，跳呢，跳呢去，哎，一三一两跳呢去，两三跳呢去，你做得。所以一跳跳跳跳跳到，变讲伊两概念，哎，东西皮度个都变三大，三大，四大，也冇地高低的意思。一跳一跳一跳，三度大高力一旦。两单，吼，啊，这两位开始，吼，第一单开到俺那边，听个跳开到那边，我说俺做跳过去个边，啊，你这个又跳到隔片过去，哎呦啊，吼，一再哎呦交互交互，哎呦，那就摸嘛该休息咯，休息是。行咗咯，空行，空行是按度休息，空行多转嚟，转嗰度休息，哇，摸天下来啦。一种大高力是为了运送牛年来产生的特殊开档的方式咯。因为牛年做唔得讲究，家事又好，故说一年有几多量，全部都会开贴。吼吼，今半日有好多鲜明的金料。虽然挨到破片的时节，还蛮多大牛年的季节，不过呢，为了重现当年砸牛年的景象，牛年西房子准备去泰展神树，并泰搞来泰开年纪一下。哦，你啊，东西安尼地从地准备好嘞，你啊落的地板呢，嘿嘿，乜解？牛眼，牛眼是地板啦。好，冇错，观众朋友，你啊哈，这安尼罗锅是牛眼时间嘞啊。小解一下，哪一只做的是哪一只冇好事啊？天啊，还讲当当牛眼跌下来啊，街条是唔是杂嘞？里里外外有虫，你啊边边几位有虫啊？地板位有虫啊？掉到地板，石膏嘞？是这边掉下来。你要是卖是品质还冇啊？哦，那这就做唔得。是看天还是地嘞？哦，韩国唔太只，细细的水岸，地板全部水，黄肉，黄肉，嘿，根本长唔得。哇！肯定是长一般，还好肉质还好啊，甜度是差不多。今年用安那两年一摆，嘿，隔年大，所以，嘿啊，哎，隔年大，嘿，因为俩人又汉毛澳用安，哦，金毛澳是更少，你金澳是更多，哦，嘿啊，澳哥啊，嘿啊，你那三哥。嫩顺啊，而且养会大。故说那条好彩吗？好彩，又蛮宽。也是无按锅啦，就没像个其他按锅啊。也是它简单呐。哦，叉子就是它带啊。哎呀，那么还简单示范一下，做得嘛。哎，观众朋友，俺等一只的俩罗锅叔做得哦。好，感恩你哦。谢谢。来，等下那只罗锅叔采龙眼时间了。头摆对新妇都关系个三弟辈。慢奶都会压上的牛年树，罗格树讲，摘牛年的第一步就会先观察，先好牛年树过后，杀下来就会爱切到树当中开始作业了。当然，头摆无台嘅，大家呢都会空手空脚切到树当中去嘅。哎，李总啊，佮你遐遐子做乜嘅啊？叫土索啊，土索，哎，土索土还是好稳。我牛眼树数十五年，我做了几个土木团的。哦，哎，要听说要索一把。索起来系冇？啊，雕嘞，你娘记得？雕嘞，你娘记得啦。哦，啊，爱滴嘞，爱滴，爱用笔子滴嘞，看哦。俩吼，迄主要迄树干，啊，俩还迄叉子嘛吼。不说爱人个主要树干当狗啊，土嘞，土个索诶，就他都都要带下一个树枝，哎呦吼，记得，哦，记得个树枝，你爱用起到当狗就唔会团体，是唔会团体。哦，不说俩在动作轻，很重要啊吼，不是个索诶头嘞。你要永远全息，该条索诶。哦，哎，唔咩牛眼树哦，是喺度索嘅，冇喺度索，你切得唔敢去，咩师傅咩唔敢去，哦，你咩叫叔叔啊，你要钓佢不成咧？哇塞，哇塞，哇塞，真嘅，哇塞，咁样，跌下来是哇，难好咧。大家一下看到嘅，就系头摆鲜明传统嘅摘牛眼嘅方式。
最难的就是脱索的。地头摆还有专门教人脱索的师傅哦，一下买的人啊已经没几多了，据说一个画面啊色彩都难得咯。爱拗咧，有毛有毛，俩手拗一道歪，唔爱拗，哎，俩拗一道歪啊，俩用脚去拗，哦，用脚去拗系冇？假设你拗唔到，用脚来下咯。哦，爱用用咩啊？脚下来，脚系爱用用咩啦？来下来，脚不用专业。哦，拗花咧呢？哎，哎呦，拗树吧，哎呦拗，假设拗几把？哦，你降到落地摆，哎，标准标准，降到。螺旋黏的一个螺旋，黏黏上，黏的是累下去。罗贵叔讲，九牛年的时间还能轻松捏哦，千万做唔得跌来天来放雨。黑讲跌到天来放雨，鬼怕嘅牛年就散脱咧，卖相无好，哈哈，甲食材冇菜讲，咪赚唔到钱哦。罗大哥。平安归来了，当然那个当然那样啊，做姜鱼啊，真高诶！做了张永安条牌十七多年，十一摆是整个暑假，哦，整个暑假像国中、国小，是到永安去度过暑假，系啊，嘿，有了一条诶十三页，动态条牌啊，十三页啦，啊，该扎个时阵条牌细细扎，当希望明天就踩到动态这个条，因为安尼紧扎。穿牛啊，人家变个路段还是更衰啦，太阳都快见杀啊！啊，你落台落毛，迄多天来啊，去爽唔得去，毛唔会爬，啊，你好叫去对毛变衰啦，太阳啊，嘿啊，跳跳得无，毛变唔猫。台湾十公里嘅前面，就会安阳将满山嘅野生牛羊送去龙潭，去穿安家嘅费用。罗国树做得讲，系牛羊属肉体嘅，佢负责扎，夹把就负责开。杀光骨头对佢嚟讲，系要当铁树嘅感情。一下呢，我哋要真实踏上呢一条本杀光里鲜明褐色嘅骨头流。这里哈、哦，就是我们的古道入口。哇，是。然后我们的先人大概在一两百年前，把这条古道打通。这一段比较陡，这前半段比较陡，所以呢，他就用铺石头。哦。但是那个时候就知道说啊，好走就好，也没有用安全考量，哎，就铺到那个不会抖的地方，阿曼袂啦，走到冻僵，哎，你啊最后那天啊倒好冻好啦，空气非常好，空气好，太好会吸落去嘛，哎呦，哦，赞，啊，冻过有乜解？那个人类银行啊，吼，要钓啊，钓诶，要钓，钓真多，捧妹出来要。红尾出马有啊，蓝雀没有，哇，亚坡没有，还有一种动物啊，还有吗？很厉害，它叫做隼。隼啊，隼。哦，今天给油婆诶，对 ，n 呢 ，n 呢，国语叫隼。隼。哎，客家话叫 n 呢，所以讲等下吼，哎，行了诶路诶时阵，学生咪对吼，伊咪了到认识吧，嗯，所以伊吼又多少办办啦，办办求求，嗯，麻烦大家学生行哈。好，生意啊，你。沙岗古土对罗湖火房出发，行到山东等，全长2.2公里。唔过睇下地貌，挑战石头嘅路面啊，就有1公里暗藏。唔看啊，前面当初建造嘅时间又极辛苦哦。咩位所好？按到岩路往行，一跳按到压起，压起啊！一笑。谢谢你啊，你啊，母亲太了，你还忙修吧？对，不是对吧？涩涩的，没娘哎，这种娘娘啊，这些嘞，这些啊，没办法共发哎哈，舌头啊，这个干掉黏住哎。那位说哈，按到岩路往行，马街岩路往，岩路往行，非常颠就出去啦。真颠的意思，一条街可以到那边，全部系茶人楼。就，也放脱嘞，就全部放脱嘞。阿杰，你有发现冇？你看阿杰底背啊，丛林深处去，隔壁油沙包，吼，个蛋糕都买起油沙包。不说啊，就是证明了哈，那肉条摆今年有中茶，有梯田暗涌，一层一层暗涌，一台一台，一台一台暗涌，讲还好。
一腿一腿的啊，那条骨头起点的地方，哎，是了惨的，就了惨的，是了，是死了袂，啊，行上去呢，行上去，行上去是就印了印河行，印河行，行到天只两天去的吼，哎，是偏的。哦，所以讲了解吼，所以讲大家开胆是了解最辛苦啦。哦，了解，开胆了解最辛苦。唔惊唔惊，观众朋友，你看硬一胆的，狂咩啊狂咩啊，唔惊。好啦，来啦来啦。大家有呐，唔见本意就托个穷个竹篮诶，盖个秧诶，就错个吼。杀光骨头顺风嘅茶叶，剥落嘅盐盐呢，就让挨到先前烧几锅嘅凉潭茶香药。爱烧生理唔系清河，再加上高山茶嘅冲击，渐渐面呢就冇人再种茶了。哦，你看哦，观众朋友，大家看到俺一个摄制组嘅朋友啊，吼，这后背，因为啊，吼，这加轻点啊，很多轻亏。不过呢，俺教观众朋友一只行嘅上家嘅方法，你看到俺呢叫啊，吼，平常时上家嘅时间啊，吼，是按用行。太干啊！吼，同地是按用膝盖啊！吼，弯弯的按用啊！吼，不过呢，你是按行情夜一节的时间啊！就被跳，你的股市头就被跳。不过呢，俺呢有只方法是按用提到蛋糕哦，脚要伸直，按用直直的，因为呢这脚伸直啊！吼，你的肌肉就有一个小小的休息时间。然后第二步也是一样，有没有？你看俺的膝盖有伸直，按用呢，俺这边就可以比别人走得更远了。哦，有看到吗？你看，小小休息这0.1秒，哦，这就是走更远的方法。哎呦，家园真奇有好多鲜明的景呢！各位乡亲啊，大家有机会去山行骨头的时间，要做点吃看啊，一个方法无？来哦，来哦，继续行，我俩加油等呢，行了以后总。真奇看到杨罗芳诶，杨罗芳家，啊，是你要接着听啦，要接着听啦，接着听啦，哦，啊，你要当时按到主干道啊，哦，啊，主干道它多硬行，好好好，啊，佮到还有个副干，副干道你要下去上来哈，嘿，这庙啦，下去去哪？十公里的信仰中心啦，是那个前沿宫，哦，哎，啊，现在哦。没落掉了，那个什么野草杂草丛生了，所以这个路也不见了。要没路下去嘞，没有留那竹子来认。今天俺俩爱用宽沟去啊，同地没路，没个明显的路，路子都得行。俺俩比那只凉亭呢，天气较凉，天气较凉亭啦。是啊，比较即下下电啊，下电啊吼，还要休息一下。哎，罗太哥。那平常时有这个练习跑步的，没啦，有人用60、70、70、80啊游啊，哦，很后生啊，我做冇啦，嘿，佮条位爬山运动啊，哦，佮条冇排单的啊，用来健身啊，哦，对清朝时期开始就会运送农产品同土的沙岗骨头，第几十年前公路开通过后，渐渐的没落，你经过岩身岩做泥浆过后，带领大家重建。尚有渐渐的恢复早期的样诶。然后从古到如今，杀光骨头，太自然认识时间轮了，耶！各位叔叔妈该，呀，台湾都亚旗，亚旗啊，旗诶，亚就应讲扇旗，扇旗就是柿子，柿子柿子旗诶，纯野外求生的，看到了又光明，都是到边了。来，一首。亚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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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谢谢你啊，你你啊，母亲太了。你还忙修嘛？忙修。你老应该平地去重阳的时间修。几月啊？叫九月。哦，九月。九六九月。俺新竹吼，因为该九港风。所以讲，你九港风来咯，起手去。哦，哎呦。起点来的嘿，从起点九港风。吹下来做气瓶，水抽水好做，所以配备做气了吼，气瓶唔错。再新竹丫头们要求讲究，做嘅又唔错。嗯，有你做得做嘛？你做咩？做得啦，做得。蜗牛，蜗牛哦。对的，色色的，色色的。唔系娘，哎，是说娘娘啊？这这这这个啊！哇哇哇！帮你帮你，哇哇很。嗯，色啊，色色，哇，整个嘴巴色色，没办法共发哎哈，舌头好像整个干掉黏住哎，你试一下，
哦，黏黏的哦，真的黏黏。你看这底背油跟黏黏的肉啊，可能个胶原蛋白清度啊，跳蓝从你照出来。哎，还蛮清，还蛮清。好。哎呀，你两啥色彩很勇敢呢，也还蛮熟个牙齿哎，吼吼，清晰不？哎，皮白纯爱见，阿庆的表现如何？哦，多嘛？多了，很多嘞，太多了。哇，真紧哦，两层楼哎，从一蛋糕，一蛋糕看风景，风景哎，风景很好。有溃疡嘛？有。Yes， 观众朋友，还开单呢哈，开多两片呢，一天会看嘛街呢，这些矮人哎，溃疡的景色啊，我来撩一下魔力的啦。哦。哎。稍微跳呢哈，你等下有看到嘛？哎，哪边？凤山寺。啊，有看到嘛？你看，给火把，给凤山寺啊。凤山寺。嘿，男子汉啊，太满意了哦。然后，然后泰山杯是哪边？泰山杯，泰药是该讲，阿帕该参的。哦，云隔壁啊，云隔壁，隔壁在泰山杯，差不多是这道。哦，爱用宽眼是低的啊，男子汉，你看哦，蒙沙岩隔壁，然后在泰山杯嘛吼，你看跟肉条摆硬啦，泰山杯有骨头，还有跟飞沙纵走卖骨头啊，哦，还有矮人廖大时光古道卖骨头，哎呦吼，三条骨头呢，次次行行过去隔片啦吼，都两坛，两坛，接到啦，接到中啊，接到个泰山片呢。哎，以前那都按照台山镇基调上，全部行街片也多啦。瞭望台就是挨着金门县沙岗古土天然的终点站。提到了，位于沙岗里老凤山海的河谷，看到清清楚楚。李总讲，凤山海做得讲是沙岗里的母亲河，那个没一条河坝，下面就无法土地那边开垦来办记录。哦，阿庆，看一下两百个安泰鸡啊！还有后背安多鸡啊！这是因为高山呐，高速公路个桥啊，人人看哦，到那安泰鸡条，到了人看，南疆啊个。可爆没办法哦，安泰。啊，你啊过，你啊高速公路哈，当渡河啊，你是过了诶凤山溪啊，加台山渡啊，有吗？加台山渡哈，因头来出，头到新竹去，你啊跳凤山溪非常的重要，贵路诶因啊哈，是为用个拦沙坝、拦水啊、拦落去哈，所以为天呐、种物个东西，甚至蛇山都用到去啊。哎，所以叫按到木青河啊，木青河、高青河，一道关系，跳人出，跳到新竹界木青河啊。木青河，以前来讲，摸机后按到三摸法条生法啊。摸个摸水呀，哎，不好意思，哎，厉害哦。啊，还有嘞？很有啊，应该是到四准啦。哦，四准，很当到街道起起翘翘的，嗯，行的又系摸啊，街按到那过一石岗，到咗一石岗街田生去。啊喏，系咪嘢攞果树？诶，机场而家搞啊，系啊，机搞啊，将蛇第一搞到大嘅，脱衫脱裤，脱衫脱裤啊，所以今日要脱衫脱裤啊，介绍好冇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啦，哎呀，啲沙岗里呢，万奈都有太太细细嘅尊教嘅，因凤山海嘅水源，供应农田饮水，老村民来使用，水路做得讲系系统百塌路。小戴，资料条正解。哎呀，真重哦！你来台湾带火巴，泰火巴，引进来啊。嗯。不过你阿条正解准备错位啦。个山度落太水。啊。落太水山，水山稳的又变暗沉。哎。要沉嘛？啊。沉哦。哟。哎呦。小戴。啊。你看。按倒嘞。哦，同厉害嘞。进倒嘞，小戴。Oh my god！ 老白，你看到吗？老白蛮油呢。看一下成果用板很多嘞，你看。你这条路很磨呀，条细路啊。嗯。因为木桩鱼还要生活啊。哦，不然你会害死它。这不用转鱼啦。对啦。永续啦，哎呦，鱼嘞，鱼嘞。不过你阿条顺条准备错位啦。
个深度落太水。落太水啥？水啥问题？又变暗沉。嘿，要沉嘛？沉哦。哟，哎呦，哎呦，暗沉咩？对呀对呀。看看都。阿弟，小龙落去，我沉脱啦。哦，真沉嘞。落去冇办法，平常啊吼，正常人都会洗衫，要水清枪，你看你要熟透，洗衫除了洗衫动作，我个五六点出来咧，五六点来啊，啊，那位置在洗衫的地方对嘛，系啊，要搓啊，啊，那很精勤咧，要搓啊，哎呀，搓啊咧，系啊，系啊，要洗衫都唔是钱，精勤咧，系啊，是哎呦，是多了切啦，切好是哎落去又拿出来。冲一冲是干净的呀、啊。哦，呀，对嘞啦，酒醒养有银子了被晒伤的嘛，啊银根本也好破片破到昏流嘛咯，做得晒伤无？做得啦。哎有配音呢。嗯。按关系哦你。哎，哇，你还硬昏流嘛咯伤呢？这条被就是做得晒嘞，啊唔过呢唔系硬晒啊。安尼有一个小跟班啦、啊，阿 Ken， 阿 Ken 来来来，教本你啊，洗衫好好洗哦，哦，有枪无枪，等下硬要困一下哦，加阿 Ken 洗衣秀，没错，系无？系。哦，嗯，你啊，今天我同个观众朋友啊吼，讲一下，安尼个河川，然后今天我留去报复下来，故说你了去洗衫啊，同你无用个洗衣巾，同你用个露条摆的方法，你有乜个妙无？你啊，哈巴用蛮讲。三锤啊，三锤，三锤，三三锤啊，三锤啦，西洋讲三锤啊嘛。我讲那条件有用过，用到历史啊，历史啦，哈，木特嘞，来，嗯，好，你啊搞半夜继续。好。你用长多大嘞？系啊。行路过树讲呢，一个三锤嘅，千莫用嘅三腿嘅药，一般都用小楠木来制作嘅，千硬又千耐用，两半口都唔会脱落。诶。三色铁的神要色好诶，请问罗国树先生啊，我们客家看的颜色嘅汉呢，你哪会弄？小戴啊，你看，有嗯，按落呢，哦，同你黑呢，我够是色一下，超金呢吼，有冇？哦，你看你看，你看，哎、欸，按落，呀，这是黑的，哦哦哦，同你黑呢，真多呢，小戴。Oh my god！ 哇、oh, ，是有贝壳。哎，萝卜，你看看嘛，那萝卜蛮油呢，还在萝卜呢。哇！阿妹爱色彩很神奇哟、哦。第2016年的夜下，一个钟头的洗水机的地杯，竟然起码到23个汗呢。吼吼，那片的环境色彩很好呢。你看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俺们廖大夫爷啊吼，杀工诶，凤山西啊吼，按枪里的水啊吼，带下按多个汗诶，好落来个按银针哦，系嘛，咪到黄金嘞，看一下成果用白很多嘞，你看水片哦，你那条路很磨呀，条细路啊，嗯，因为木匠伊皮还要生活啊，哦，不然你会害死的，这不用转移啦，系啦系啦，永续啦，哎呦，移嘞移嘞，好。就因为有安样嘅保护环境嘅观念，本沙公里一直维持良好嘅生态。掠到野生嘅虾呢，就会罗骨树根本按部加出嘅尽力破我。虾呢米系过后呢，也系李庄留罗骨树，而带领家园留阿钳依嘅贴贴嘅地方。一个地方对沙公里嘅居民来讲，系有千大嘅贡献留帮助哦。观众朋友。你啊，俺两个男子汉了吼，还有老太狗啊吼，修改了哎，欣赏本啊术士啊，你啊记啊，去陈哎，秦朝记，秦朝记哦，秦欣赏啊吼，记对了天主堂呢，我哟做的讲秦术士了哦，系冇？系啊，系啊吼，那你啊呢是同俺们修改一下了天主堂啊吼，还有老个石拱诶，哎有冇个关系好嘛？台湾的天主教是800年的历史嘞，按旧的哦。民国43年的时间，佮到耶稣会的神父是到台湾来，主要是来到了新竹人，所以新竹也到教堂吼，天主教的教堂全部是耶稣会建立的。台湾佮两是党库，哦，上市个党库到台湾来，翻面粉、翻牛奶粉，俺就很有识道啊。你有识道啊？哎呦，俺俩按到发通中心啦，有六七人，有俩按到木道班，木道班是讲。来谈，天主教的托里的班啦吼，俺都
圣诞节的时间，圣诞节的时间哦，因此有圣诞发通，该前日按不是，我们都晚会。闹年，非常爱闹年。沙岗天主堂喺1956年，彭托南神父来到关西传教过后所起的。当年总共有4位传教士来到了宣教，除了做的拿面粉，也了生产物资、天数几米以外，每滴风山海做水带桥。大白开桥水量较少的时间，居民就有水桥的做得行。另外呢，在头白较苦无鼠标的年代，高飞地北的台中还负责保持的冲击台阴膜，所有居民的生活都可以给台中来提醒。虽然一下高飞已经无得运作，不过当年神父听说沙岗里的意向，都见还一本所有的年轻分享。离开天主堂，加入了阿钦，转到李庄福卡。因为李庄呢有辛苦的神庄的经验，来老太家来分享。无简单，我知道啊吼，带了 VR 吼，很舒爽哦，挺好呢啊。诶、还好啦，还好，用蛮用蛮。用讲，听国方已经讲诶，要比摸下好啦。诶、听国爱祖先啊，爱讲啊，祖先，那改什么留下来是诶，应代应代。也冇做本嘢啊，也冇听啊，冇乜嘅，冇做咩本嘢，所以呢，靠自家，打拼，真劲呢，白手起家，按用讲都得，跳过当苦啦，还系减超喺度嘛，摸天摸地嘛，所以你是减超的时候，还系偷偷摸摸啊，还系跳跳去减，跳跳去减，哇，因为大家囡啊吼，佢自家咪上咪减超啦，所以你摸实嚟囡啊，就跳跳去减。跳跳减老爱要摆吼，老爱妈妈，哦去减超啊，比如讲，乱太上哦，但是不开有苦事去多点，去多，去多去喊地跳车嘛，爱按啲后背，应该看到走会超，爱摸多啊，啊是来捶下来见啲见啲啦，老人家讲，昂哥咁样啲就烫，咁啲多那去啦，啊上个多那多一些要浪费时间。所以我就不敢明，我唔信准嗰，你减嘅，我就见跌啦，左三千右三千，搏上是烫跌啦，烫跌挨妈妈，挨妈妈看到是当跳嘛，佢是不挨啲阿弟妹啊，进右转，实为出，诶爱系按到你爱挨挨爱，应该叫爱，爱有咩意思？哦，所以佢是教挨讲进右转实为出。大家是莫看严理庄当场太输太骄傲，事实上呢，严理庄的死嘛动摇，阿妹讲过的话，佮一切记到心宽度，每佮精神上最大的鼓励来安慰。男子汉，请开始啊！哈，哦，爱妈妈跳过溜步，爱亚溜，你系爱爸爸溜步，爱你阿弟弟妹。好，来老大家讲一下。好，我用婚姻来种。婚姻而重，做事先来又轻又硬，又轻又硬。所以呢，我就来卡下来，轻易爱系生命之花，之花哦，生命之花。还能也当苦嘛哈，当木果。所以我爸爸唱人诶，讲一句大皮按脚先来买。乜个意思啊？乜个意思呢？脚啊，当上雪的是只木雪，是像爱家庭用。我爸介东西人家当苦嘛，木雪嘛。所以要打皮按脚先，先打只皮本皮皮哦，可能有些多方面就是啦。但系佮喊你当有嘅意义，所以讲六条命啊，莫叹，六条命啊是饭数见时大，饭数见时大。所以是诶，讲你阿几辈岁，阿多几辈岁，哎，阿爸母，所以哎，长个几条听唔懂。所以诶，哎，阿姨吼，哎，是自家想想咯，要小小一只快乐，系自家来创造嘅，创造就创造，冇错冇错，自家来创造，所以我要提醒自家，要看到呢一件，有诶，吃错快乐就系幸福。哇，你看阿 Ken， 冇错啦，你看呢下年然后生活很富裕，很富足，啊唔够就冇快乐啊吼，你看呢唔是然后系俺哋男子汉嘅座右铭哦，妈。希望啊吼，从古到今年收给观众朋友，中年的座右铭，走的，走的，走的吼。
折磨廿五胎时嘅开始。李宗光呢，就因为家嘅热爱嘅教育，本佢遇到任何嘅困难，佢都做得勇敢爱过伊，做任何事情总系尽力做到最好。安样嘅态度，本佢得到乡亲嘅支持，强毅出来为民服务。哦，李宗嘅话呢，未讲少咧，佢还记得咯。一开始家送媒婆嘅给我闲错，一下呢已经好诶，吼吼，实在又香又嫩哦。哇！大家来试点看啊，试点看一下哦，看了又香么？阿婆来了，哎，好，你爱爱 TV 八关到，就九点钟了，就九点四点钟，五点钟啊，按 Q 哦。哦，那 PM 都看，很香，很香哦。这一只青草茶的蜜桃，好吃呀！好吃呀！阿婆，你先吃呀，看了有合格吗？不敢不敢嘛，不敢不敢啊！唐哥来去包子，慎重一点。对啊，辛苦了呀！俺俺能做点事嘛？哦，做得哦，接下来哦。要捞一般那个咸臭啊，吼，烧仙草有冇用用啊？冇用用，你爱你爱擦啦，仙草擦。哦，烧仙草肯定南回果做过。哦。冇用用，冰的东西冇用用啊！哈，哦，你也是完全冇冰东西呀。哎，是水来加落去煮啊！啊，唔该，一拿茶壶装起来，唔管多少，带进一点啦。哇，有样冇样，送一点嘛。OK，OK。哇，你系里长的爱心，这个要送给你们了。哇，送给你，送给俺们了。哎，错，点不一样？哎，今天俺有清欢喜啊，十多两，五十钱。哎，这五十钱，哎哈，哦，体验 OK。暗号的蜜桃，纯甜的蜜桃，今后阿爹阿奶奶会喂一下的。阿咧节目秒黑，从古到多钱，从古到多钱，加点搭配朴古托的弟弟，认识的当到热情的客家乡亲，记得除了听书爱豆，本爱豆顺利完成工作以外，行家多的书法，喺啲记得的神通，看到神达的滋味，还有做人做事的人生哲学，弟弟啊！我用所有的乡亲感谢，中国高多钱，还你们再见。